温哥 TV 第廿八季第定第八集啊，老细，第七，下个礼拜第八集啦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坐咗三个马骝喺度，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小弟啱啱即系叫做上个礼拜就好开心咁啊，去咗呢一个福冈啦，好啦，系啦，咁啊，当然咁啊，去得呢一呢件系得个福冈执翻嚟噶。定係唔係執翻嚟 ？OK， 我咪重點係執翻嚟。係、okay. 啦，咁啊本身其實都未真係介紹隻莎莎比之前咧，啊我想問一問香港有冇人開過箱啊呢隻嘢？我就冇點留意，我第一次見實物就係今次咯。係咯，咁正，我未見過有。我當住係香港首發先啦。咁啊，不過我反而唔係話咁快想講隻莎莎比住。咁啊，真係分享翻少少，譬如話你去到福岡呢個地方咧，咁啊，我淨係針對哥達就兩個地方啦。一個你一定要去嘅就係呢個福岡嘅 Side F 啦，咁啊唔算係叫 Gundam Base 嘅。咁啊，另外一個就真係 Gundam Base 嘅福岡啦。咁啊，如果真係話去入去呢兩個地方之前，我係強烈建議你諗辦法將你部手機欺騙就。用日本地址註冊嘅，因為如果你話買一啲特別嘅限定品咧，譬如話呢只也好，High Sock 也好咧，全部都係要會員先至可以買到。佢仲要開翻你個户口，用你個户口去 scan 曲落 order 先至可以買，所以係冇得走雞嘅。即係德哥意思係要有日本地址。最理想係啦，登記得到。其實我老婆我登記唔到，因為我部機已經註冊咗係呢個香港啊。我老婆就成功咁樣。即係你先係入會就要有個日本地址。其實都唔一定，最重要就係你部電話適應到唔係即係係點講？唔係日本海外就 OK 咯。即係靠日本地。即係靠你本部電話嚟。靠你撳翻你自己話自己係身處日本咯。其實佢係例如係 VPN 啦，定還是係你自己點 set 嚟嘅？你自己點 set 嘅 OK， 係啦，所以變咗我都叫我啱仲諗住懶醒喎，喂，咁我因為我多數去都係住 Airbnb 嘅，我諗咦 Airbnb 幫唔幫到手咧咁樣，即係懶係有個地址啊，其實都可以嘅，因為即係入地，不過入地址其實我老婆都係入香港地址，即係娶翻日本老婆，即係 OK。其實都係想講呢句，你都係幫我猜個波俾你咁入啫，熱哥。第一個大貼士啊，即係如果係用當地地址。跟住咧就入咗會，係當然咁先至可以買到。最理想其實你可以喺照樣喺香港用你個方法登記咗做會員先嘅。咁你就變咗你用電腦，你就多啲辦法去呃，冇叫呃，即係去令到個網站相信你係日本人咯。但佢個會員唔係 Tamashination 嗰個嚟，有少少關係，因為其實我登記嗰陣時佢已經泵咗我去 Band Down Namcom 嗰度，而我本身已經係 Band Down Namcom 嘅會員，而會員我仲講咗我係香港會員，咪拉嘢咯，唔緊要，下次去咁啊斷正咗，一個新嘅人咯，冇錯，係啦，好啦，咦，我哋要多謝阿 Ricky Tam 師兄同埋阿 Chris Wong 啊，係啦，咁我當住係香港首發先啦，咁啊不妨即係介紹下呢一隻，即係啱啱叫做出咗兩個禮拜。嘅 Robot 雲莎莎比呢一個Size F 嘅限定啦，咁啊見到耳熟能詳，其實我覺得幾肉酸嘅封面啦。咁啊，後邊就有一個槍啦，你可以睇翻入邊只莎莎比係點啦。咁呢隻版本嘅莎莎比第一次出現就係嗰條宣傳片入邊啊嘛，係冇同佢對戰噶嘛。冇錯，呢個都絕對值得講嘅。咁啊，有興趣都可以上翻呢一個玩物壯陽啊，唔係玩物壯志嗰度睇翻一個全五分鐘嘅馬莎同阿寶嘅最後對決嘅，賣下廣告先，係幾精彩嘅，不過真係。好啦，咁啊盒睇完啦，我哋都唔係睇盒嘅，我哋睇下入邊啦。本身兩層，哇！你又左喎。哇！個地圖咁鬼靚嘅。係啦，如果你話即係平時啲 Metal Robot 雲啊、MB 啊，你出翻呢啲質素嘅台座，咪開心咯。但係佢陰公在呢個地台，其實只不過係平時 Robot 雲個地台，但係啤立頭紅紅印咗嘢咯。Exactly， 但係都係嗰個地台，就唔係幾好用嘅。但係個感覺咧，你就好似係即係 high class 咗咁樣嘅。矜貴啲嘅，係啦，靚嘅。佢仲有一招未出啊！佢呢啲咧印嗰啲咧，佢可以印鋼金落去。哦，就係平時 Metal Bill 冇錯，係啦。
咁啊，都有一句 so far 都叫做一種高級嘅感覺嘅。咁啊，你見到其實就住呢一個造型手咧，十隻，即係包埋而家 existing 個拳頭十隻。咁啊，老年咁大碌嘅特效件啦，咁大家都知點用噶啦。一個靚靚嘅台座後邊，哇！都仲有呢、這個呢、這個特效件咁勁，中秋都攞嚟切月餅喎、啊！呢、這個係啊，攞一撩牙，手揸都係開信，夠尖撩牙噶，其實都翻工嗰時擺喺台面就開信咯，中秋跟住就崩乸咗。好啦，咁啊個台座確實係唔錯嘅。我幾中意近年 Bandai 嗰啲透明半透明件噶，即係我覺得係啲色水係幾靚。同埋佢有部分係直頭再喺啲半透明件度上埋色，嗰種漸變效果咧係非常之正嘅。咁啊呢啲特效我唔特別拎出嚟講啦，因為我主要都係玩隻龍蝦嘅。而好坦白講啊，其實真係話攞嚟玩咧，我係呢一剎那先至攞嚟玩嘅啫。點解咧？裝翻先，第一次裝嘅啫都係。大細你覺得點啊，德哥？1:550或者1:560到啦，因為其實我拍埋去嚇。1:44 到。No。你講邊樣嘢啊？係1:155啦。如果你問我攞，係啦，會準少少嘅，因為 RG 隻 New 係高過佢嘅。RG 嘅沙沙比都大喎。啊，當然啦，一定啦。咁啊，可以望翻佢嘅本體先啦。佢仲細過 RG 或者 G 噶，即係佢仲細。因為佢本身冇比例嘅。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啦。當年我搞咗好耐，我先玩 Robo 雲，都係呢樣嘢困擾我。因為佢個好啱鋪頭，即係佢都話其實冇比例嘅。佢真係冇比例。不過其實某程度上有部分又真係有比例喎。你拍埋兩隻，一高達咧，即係18米高。一 Q 無人咁高，你係啦，你即係出嘅好做，邊只好做，控制成本，又大家開心。印象中 High Grade 嗰隻沙比真係高好多，一個頭腦咁多咯，係啊。好啦，咁啊，我想問一問呢隻喺日本賣係幾 yen 㗎？萬松啲 yen， 冇記錯，係萬松啲 yen， 係啊，都萬松啲 yen 嘅。不過 yen 即係萬松啲 yen OK 啦，係咪？因為而家 yen 平咯。係咯，即係為咗港資六七百咁。因為見到個配件量好充足啊，所以我就諗緊佢到底係幾多錢嘅產品咧？你知呢幾年 Robo 雲唔係 Metal 啊嚇，個價格都與日俱升㗎啦。嗱咁啊，點解我頭先講話我其實冇點玩嗰只嘢咧？我啲四五晚咧，我就係滲線，滲到我撲街。咦，滲咗㗎呢只係？係啊，因為本身其實佢嘅情報量係好豐富嘅。佢嗰個 design 係跟翻呢一個福岡嘅畫稿，同埋即係會比較類近 RG， 咁所以你見到係啊，佢嘅成身嘅情報量咧係夠我玩四晚嘅。咁啊，最收尾我係琴晚的起心肝一炮過，就用咗三粒鐘，又畫埋對手同對腳。咁而家就其實好坦白，有啲地方偷過雞嘅，一陣先拆俾大家睇，就知道分別。燒光㗎。冇，佢本身已經燒光啦。本身質感就係咁樣。係啦，好啦，咁啊，即係講翻只嘢啦。咁啊，外觀上轉咗幾個圈啦。其實我反而想大家留意嘅就係佢成其實係有三隻紅色嘅。成件 Robo 雲係有三隻紅色，所以變咗其喺呢個分件上面咧，其實呢只係花咗好多功夫嘅。但我覺得佢一、二、係啊，三隻色三，除咗小腿嗰只。係咯。但小腿嗰只係崩壞咗嘅顏色。以德哥行走江湖多年咧，你覺得佢三隻色係佢係刻意，即係真係佢覺得有唔同嘅顏色啊？定係其實唔同位係即係只膠唔同嘅啫？係只唔係當然啦，本身嘅膠嘅顏色就唔同噶啦。咁但係佢都係跟翻本身刻意做 RG 或者真係話就住個畫稿 ，OK 係嗰只色嚟嘅。即係嗰隻分嘢嚟嘅。如果大家喺畫面上面睇得唔係好清楚分析嘅話咧，可以參詳翻佢個盒上面係好明顯嘅。係個盒就好明顯。但係個盒係好明顯，實物係完全唔係嗰顏色嚟嘅，就係參詳一下啫，只係。嗱，當然嘅重點其實佢成隻嘢我感覺上係冇上色嘅，除咗黃色同埋本身呢兩邊呢一隻嘅紅色。係有上色之外咧，咁基本上都係原膠啤出嚟嘅。咁當然啦，你問我其實，縱使解體相機都好咧，你上咗色望落去都好似冇上色咁。所以變咗係咪咁大問題咧？咁啊，大家自己衡量啦。但佢個表面個 finishing 咧，令到佢嘅感覺更加有少少膠膠。
唔係你個 robot run 嘅特色嚟嘅。唔係有時有啲白色嘅高達咧，佢其實本身個 finishing 好靚嘅，即係佢拎埋過嚟，拎埋過嚟。佢曬咗個亞紋，個亞紋係完全燒光嘅，即係你會見到唔同 grading 嘅嘢嚟嘅。這個呢個咧佢本身曬咗亞紋，但係個亞紋個粗幼度唔夠細。它就變成有少少反膠光，咁上面紅色是用透的，係同埋一般紅色咧，如果用啤色嚟講咧，佢個透明感係重啲，所以其實阿主席問你呢只係咪全新帽嚟嘅咧？係冇錯，因為大家如果有玩開之前嗰只 Robo 雲嘅話咧，基本上係慘不忍睹。因為好多人都話驚咧，係咪舊嗰只 Robo 雲加兩碌炮就係呢只咧？絕對唔係，因為冇可能有咁豐富嘅情報量嘅。而佢個可換嘅結構係非常之唔錯。是幾癲的，我都可以用癲來做一些處理。如果從開帽的角度來講，就公道講句就完全是兩回事的，因為你本身即我們現在看到實物就三隻顏色，即變成它在分件方面其實 是有很多要包埋的，是的，內籠位、啊、全部都分件啦、啊、造型啦、啊嗯、其實就即跟之前那隻沙沙比就完全阿嘉好像玩過，所以等阿嘉快等德哥滲了幾天，就當然等德哥來了，那就先動一下，那他比即有度好就是他的分爐是全部可以拆出來的，那拆定先啦，既然都是這樣，那就甩定一些分爐一陣用。但他這個可不可以打開兩邊呢？是不行的。剛才也有點滿心期待嘗試想掹一掹他，但是我沒有自己改也不難的，要再加速動的可動範圍其實就都是這麼上下的了，沒什麼特別驚喜特別差，當然這個後面的燃料槽也都個可動性也不錯的，當然是一個波頭啦，頭來說它其實跟這個 RG 的 design 是一樣的，就分了後面這個掩，就令到你會見到佢上同落都冇乜大問題嘅，咁但係都好句啦，由於本身就住個設計嚟講咧，佢真係個頭係唔可以喐得好誇張嘅。但佢有樣嘢好好，佢條頸咧入邊咧，你見到佢補咗細節有個圈咧，就係佢本身個駕駛艙個波波嚟嘅喎。係幾過癮㗎？勁啊！佢呢個好有心喎，我覺得。係啊，假狗嚟嘅，佢有個。佢有個兜喺嗰度嘅，如果你唔係喐得太勁，係啦係啦，手刀當係嗰個。佢係有心嘅呢個位置，你 feel 到佢。佢有個波波底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罩喺度嘅。嗱，除咗呢個波波底罩之外咧，我想講佢可拍同埋點解值成萬 yen 咧？嗯。見唔見到佢喐嗰個方法啊？呢個解體橡機啊，見唔？係呢冇，我啱想，佢真係解體橡機嗰個可、那個心口可動嚟嘅。佢中間呢度就係 cut 開咗一截出嚟，變咗佢喐嗰陣時咧，其實個頭個可動性唔高嘅，佢、係反而靠心口呢一截嚟作上下嘅喐動。黐線！佢仲見到支軸添喺側面。係咯。咁另外就膊頭啦，咁啊。好，大家見慣的一個幾肉酸，但係就好實用的開門式的關節。而前面就包翻一個波頭，令到佢嗰個肩關節的向前喐的可動就去到呢度啦，係接近可以，啊唔係喎，真係凹到個腳底喎。如果講即係我答一句啦，即係我因為我自己係出冤獄個 fans 嚟嘅，即係基本上我唔係跟個卡通，我基本上跟個設計師個機設走。老老實實點解出冤獄啲嘢咁靚，但係由NT 一開，即係口袋裏啲自身開始，其實佢產品唔多咧。你諗下由京寶飯一路開始，尤其佢啲自護嘅型號咧，坦白講，大部分嘅即係嗰啲互相干涉係多嘅，即係佢嗰個可動係會爭啲嘅。咁所以我諗呢個係其中原因，同埋呢一隻我覺得其實真係做得幾大突破咯，即係 Bandai 都幾花心思啊，出冤獄老師嘅作品係可以喐成咁咁樣。係咁啊，大家都見到佢嗰個肩關節或者叫膊頭嘅裝甲係劈到去個頭頂嘅。咁啊，當然啦。咦，同埋入邊啲細節都幾骨子喎、啊。係呢、這個就係10,000 yen 嘅塑膠嘅 robot 雲，俾到啲咩嘢你啦？咁啊。亦都見到個金屬軸啦，啲扭釘啊，呢啲老老你就知道佢隻手係可以去到邊啦。當佢屈呢一個手踭嗰陣時候，佢係可以對接嘅。而佢幾得意嘅地方就喺呢個手踭位咧，我唔知道算唔算係一個補完，但係即係呢一個，我覺得係
你話叻嘅絕對唔係，但係就佢盡咗力去將呢個手踭位去補完。應該原設定冇咁噶嘛？啊，絕對冇嘅。卡通片都冇見過。係啦，咁啊零零碎碎有一個叫做手踭喺度嘅。OK。咁當然你平時就用個上臂去遮咗佢啦。但佢呢個設計係同整體都唔搭調。係完全唔夾嘅。佢係似即係跌傷咗個手踭之後要黐翻塊貼咁樣。膠布咁樣。好啦，咁啊玩翻條腰啦，咁啊其實冇乜特別嘅，都係頭先我講嘅上胸嘅一個前後喐動，同埋靠翻下邊 hip 同埋腰嘅一個波 joint 去喐嘅啫，咁啊變咗冇乜特別嘢需要介紹嘅。裙夾咁啊唔使擔心啦，呢一度佢呢一個係一個類似蝴蝶關節，就唔係就咁樣一塊掩嘅，變咗喺喐嗰陣時咧可以拉低挫高，變咗喐只腳嗰陣時咧。你就可以成塊掩，你會睇到佢嗰個關節個構造，就真係可以揈到去最頂接近九十度嘅。同埋佢咧喺玩嘅時候咧，發現一樣嘢，佢係嗰啲夾嘅底部咧，你見到女打嘅細節，佢都有做翻翻出嚟。冇錯，係。所以我其實估唔到嘅呢樣嘢，所以我就冇心閃嘅，我真係搞唔掂，我會癲嘅其實。咁啊，另外側裙夾，你會見到波頭之前仲有一個上下喐嘅可動關節。哎，哇！嚇一嚇我都，就變咗又係可以成塊掩拉出嚟，就去到九十度，就變咗一個唔係老江湖，係笑傲江湖啦。咁當然啦，既然佢係有呢一個咁誇張嘅裙夾，就自然可以令到佢，哎，又係要做呢啲動作。要踢埋呢只腳，睇嚟就嚟要玩武器啦呗。好多謝你的提點，紅碎星又怎可以不踢人呢？有沒有什麼脆弱位要看一看我們的玩家？沒有啊，放心 OK 的，完全沒有啊。你會見到今次，哎，原來這裡我未深啊，頂，這些就叫甩碌咯。好了，那前甲也都可以揭高，裡面就靠這一個很巨型的腳腕關節去做左右啦，呢度一個橫軸去左右啦，下邊就有一個上下嘅關節啦。咁但係其實真係話靠喐個腳掌咧，佢係要由腳掌上面呢個腳踭位去調教嘅，就唔係喺呢一個我叫小腿位嗰度做呢一個上下喐動。所以反而沙薩比嘅腳腕關節個可動咧就有少少限制啦。不過腳趾弓都係喐得嘅。會呢個位串我覺得。個發體有冇啲冇啊？嗰啲牙冇牙。我試咗個 version 嘅，即係玩具模型係有做嘅。係，同埋因為找住個月球表面。冇錯冇錯，但係呢一個就冇嘅。咁所以大致上個可動咧係，我唔敢講話好好，但係即係成隻蟹咁嘅沙沙比可以即係有咁多咁嘅關節咧。你冇得輸，都算唔錯。我最開心係佢唔使鏡住玩，我 feel 到。係啊，佢係好直觀嘅玩具咯。你想點玩就點。因為 RG 係正，但係唔係玩得人嘅嘢咯。又咁，就算 MG 都唔係玩得人嘅嘢咯。同埋 MG 造型冇咁靚。我中意 MG 嘅造型。我中意 RG 咧，係 RG 嘅造型。之前玩得嘅沙沙比就得 Gundam Universe 嗰只，但係嗰只其實我覺得幾靚嘅。盾嘅造型。我後面畫唔曬，我畫曬我會癲，得閒先搞。咁啊，專用槍，我揸都費事啦。咁啊，俾大家睇一睇就算啦。真係要玩嘅玩龍蝦夾啦。最緊要就係呢兩攤嘢啊！冇錯，你擺落台度 feel 到有啲份量喎，哇，重重地喎。係，因為都重過主體喎，都幾乸實嘅，真係真係。咁如果真係話講裝配咧？分翻左右嘅，咦？有啲期待喎。嗱，本身其實呢一隻蟹鉗咧，我叫做就有啲咩玩呢？當然最主要就係愛嚟裝翻喺背脊度啦。另外呢度兩邊嗱，多一個我真係成隻嘢係未玩嘅，咁啊變咗我而家好可以好新鮮咁樣去攆一攆呢只嘢啦。一陣先介紹呢兩個有咩用。另外你會見到有呢啲咁嘅位咧，其實就俾你扒翻開一啲噴射口，個四塊葉就喺曬度啦。好，咁啊，大家如果有睇嗰條片嘅話咧，
得先，係啦，呢個就會見到呢一個雙炮結合嘅情況嘅。咁啊，靠翻一個 ，yes，thank you， 靠翻呢一個組件啦，將兩邊掰翻埋噶嘛，插翻好佢先。一見到啲三排嘅窿，我就知道佢一定係就咁插落浮油炮嗰個窿。好顯淺啊！佢冇錯。好啦，咁跟住就將翻兩叫六邊嘅噴射口掹翻出嚟，一不做二不休。果然係一個宇宙用嘅兵器啊！你一開頭睇到呢、這個，我 feel 到我睇到條片嗰時候，見到佢揸呢個武器有少少超級係 feel 嘅時候，有少無奈啊嗰陣時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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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陸啊！我覺得呢個設計。即係純以外形嚟講，即係有啲牽強。呢個架撐攞出街係可以攞嚟打劫嘅，我覺得。冇錯，佢係變成一個太高咁嘅。我覺得個比例上唔係好襯，即係點講咧？即係十三兵咁複雜咧，跟住呢個兵器個形狀好似太簡單嗰頭。哦。好啦，咁啊，馬莎就係靠住呢一個浮油唔知乜嘢炮，就將呢一個核彈打落嘅就係呢一個形態啦。有差，但我好中意佢今次嘅特效件個雕個風格，好尖鋭，有少國產玩具雕嘅。而家呢個係好唔 OK 嘅 Bandai 一貫風格嘅嘢。一陣其實你介紹嗰樣嘢都唔係 Bandai 一貫風格，但係就激節讚賞我可以。轉頭大家就留意阿嘉嘅介紹啦。我覺得是聖誕樹，我係做情景。好啦，咁啊，掰埋上去，咦？哦，砌埋添啊，咁快手嘅。哦，要拿了這些東西出來先的。是啊，因為它就會塞回這個。是啦，大致上就是這樣了。哎，不差了，既然都是這樣。會不會向後傾呢？起的時候。一陣試一下。不是，即時試一下，不是一陣試一下。覺上覺得唔會，因為腳板底夠。腳板底夠闊，同埋佢有幾個位置可以平衡翻佢，你可以扭翻個角度。當年 HCM Pro 嗰只十三兵，哇神作！佢出咗隻金屬色咧，係啊神作，好靚，神作比例靚到咧。RG 之後就到佢噶啦，坦白講。呢一隻都肯出一隻金屬色就。係，你覺得唔會啊？我覺得會喎。你睇下贏啱。咪係，俾咗錢啦，贏啱。出金屬色咯。哎，我冇見到啊。係啊，有啊，兩千蚊。我訂咗兩隻，我肯定會放翻一隻出嚟嘅。十二月出貨。大家密切留意 Toys BB 啦。唔係，但係希望佢啲關節改翻緊少少啲贏啱，因為有啲位膊頭嗰啲偏鬆啊，舊嗰只。Full marking 嗰啲。嗰個無雲大隻嗰啲通常都係啊，都 high 牙，比較脆弱少少，完全支撐唔到。同埋佢遲啲仲有金屬式 high knee 喎。係啊，我希望佢係用 metal robot 雲嗰只嚟。應該係嘅。第三次出咗 metal robot 雲 high knee。係啊。呢一個形態就應該冇乜人擺過啦，三粒浮油炮加一個浮油蟹鉗。呢、這個咁嘅裝備咪滅殺咯！要遮遮個背，佢點解 focus 唔得啦？哇！即刻 dead air 啊，大佬！都有 focus 唔到添。真係中意呢一隻嘢嘅朋友，我都強烈建議你直接喺呢一個。日本入手的，因為我很坦白說，我沒有特別看現在香港的價錢去到哪裡，我再重申多一次，其實我想說一點，沙實比的眼睛其實我是撿過來的，因為本身它原本的眼睛就真的大得挺交關，所以我就用黑色的 copic marker 就將眼睛收回小，變成才有現在這個效果而已。
咁大家都高興就可以參考一下嘅。咁啊，深鮮完，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個深鮮個效果都唔錯。咁係時間咯，係心機咯。咁啊，有興趣嘅朋友自己碌去日本買啦。轉頭見。